今日民进党三区立委候选人陈冠廷伫梅山乡长林振模以及梅山乡农会总干事黄思贤的陪同之下，伫梅山境内进行选前的冲刺大清扫。这次林振模甲黄思贤合体，也象征着梅山团结一致，全力为陈冠廷的胜选拍拼。梅山乡地形蜿蜒狭长，山岭高低起伏，人口马上挤到各处。车队伫梅山街仔面受到热烈的欢迎，未少民众提着旗仔徛伫路边为陈冠廷来加油。车队驶入纷雾缭绕的山路，历经战乱夺取了后，到达水里，沿途陆续有白菜小贩、货车驾驶，啊，佮有路过民众向陈冠廷来握手致意，嘛有居民更加是放炮仔来表示支持。陈冠廷表示，进前曾经向选民来承诺，有人的所在就有陈冠廷，因此坚持车队一定爱驶上山，亲身向乡民来请托，也非常感激民众的热烈支持。今日的风较强，衷心感谢乡长林俊模，还有农会总干事黄书贤的吹风陪伴。来车扫，相信伫两位的加持下，梅山绝对会大胜利。最新新闻整理由梅山乡采访报道。在家吃喝玩乐，探索世界，您准备好了吗？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深入嘉义，最在地的美食，最及时的新闻，最感动人心的故事，只要滑动手指。全部完整呈现，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